释迦哲理是什么？再版印赠缘起，原始巴利语《释迦牟尼真经》已经在1991年8月24日示现于中国大陆，对现存在华人社会的神话式佛教已经引起改革及正本清源的浪潮。这本书的作者达马难陀博士主要是引用原始佛学观点作为论据，为了中华民族能够在国家发展中有一个正确的思维观念和启示，特别印赠此书流通结缘，希望能够强化国民的开拓创造及改革精神，更使犹如骗子的神话式宗教传播者无用武之地。众愿明见的有心人能够支持我们释迦文化中心的工作。郭兆明。